弟子业障深重，念佛念经常感到身体痛，精神上又很乱，心不安。秋老法师开始，这个现象是业障。找这个冤亲债主找到你身上来了，他障碍你学佛。你必须要沟通，给自己的累劫现前冤亲债主立个牌位，跟他交流，请他不要障碍自己修学，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，我相信他会接受，他接受了，你的这些毛病都没有了，好好认真修学，名扬两利。